对啊，你无论是在要用哪一张卡之前，都要先估算好它要几等才能达到堪用的数值，还有你要点到那个等级大约要花多少资源，都要先想好再来决定用要不要用。不是什么看到交易厅有一张很便宜刚出的强卡就先拉零，拉了一直被套牢，因为零等不能用。还换替补吗？没有，拿右外这个洞。也可能是想要下一局再来换。这个位置配得好。